好，现在我们看这个电，我们看看电偶极。电偶极，我们以前导过，如果是由这个 dipole moment 啊，因为第一个电偶极有 dipole moment 嘛，你由 dipole moment 产生的这个磁力线呢、啊，它是这样的一个磁力线嘛。这对称的，这边也有哈、啊，对称的也有。这画的不好，对称的。啊，对称的 ，OK， 啊 ，dipole， 啊 ，dipole，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，电力线。是这样子的，但是这个是由这个这是一个 pure dipole 哈，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纯的这个偶极矩，纯偶极矩产生的磁力线。如果是实际上的 dipole 呢？实际上的 dipole 是这样子的哦，这里是正 Q， 这个地方是负 Q， 真正 dipole 是这样子、啊。好，那么它产生的磁力线呢？它产生的磁力线呢是啊，不是磁力，它的电力线啊，电力线。它是由这个 dipole 哈，这是磁场哈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它这个哦，我画的，我看看是画的，它是画在哪一个地方？我们照它的图画好了。dipole， 它就是画在很奇怪，它跟这个。坐标画的不一样哈，坐标画的不一样 ，OK， 我是画这样子哈。那么我们书上是要把这个东西啊，我们照书上来好了哈。它是这样子的，啊 ，Q， 等等哈，我们把这个 Y。这个是 z， 这也是 z 哈，我们把这个画出来。啊，这个是 z，OK、okay。好，它的这个如果是一个 dipole 的话呢，它的磁力，它的我看看哈。对呀、啊、，physical dipole，pure dipole。哦，我还是刚刚那个对哈。我们把这个纯这个当做电偶极矩好了。我们把它弄清楚哈。电偶极矩是这样子的 ，Q 负 Q 啊，负 Q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也有磁力线，真正的这个如果真的是正 Q 负 Q 啊，有磁力线、啊、对不对啊，所以它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我这画的不好，这要集中在这里哈、啊，集中在这里 ，OK， 好，这是正的，所以它是这样子过来，这样子过来，好，这个是
实际上的真正的奠基，我这画的不好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这个，这是 Y， 这个是 Z。好，我们看此举，啊，此举。好，此举，我们如果有一个线圈，好，这是有电流 I， OK， 电流 I， 好，那么它的 magnetic moment 是朝这一边，啊，此偶极矩，此举，此举的电的磁力线。磁矩的磁力线，因为电流是这样子的啊，磁矩啊哈，所以它就是从这里哈，这个当中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个。磁矩，啊，这个从这个地方中间穿过去哈，中间穿过去，那这一边呢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绕一圈哈，绕一圈，这个是磁偶极矩啊，磁偶极矩，应该是偶极矩，这里写错了，偶极矩的磁力线啊。如果我们真正的这个磁场呢？啊，真正的一个磁铁 N 级哈，这实际的一个实际啊，这是 NS 磁棒啊，磁棒，它的磁力线呢？它是里头是从 N 级 S 级到 N 级，外面是从 N 级到 S 级啊。OK， 好，里头也有啊，哈，里头也有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它这个里面也有哈 ，OK， 好，那么它是这个样子的哈，啊，这个是电偶极，是差不多这个样子。你们看书上那个图啊，比较画的比较清楚哈。那我这里头就是大致的提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。第七章啊，你们的第六章还是你们的第六章，
因为我多讲了一个电流哈，电流我是让它等于第五章了。我们现在看物质内的磁场，你们看书上的图哈，书上的图，呀、yeah，期中考，就考到这里，OK，考到这里。我们这学期从哪里讲起啊？啊，介电池的电场，对不对？介电子有什么？啊，就从我们这学期开始讲的哈。线性变化的介电子，这会考啊？怎么不会考呢？那个很简单呢。那个啊，你把它仔细归纳一下，没有几个项目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会抓重点啊。啊？分什么？满分两百啊？太少了吧，2000。2000不是躺着考就好了嘛？我跟你讲，我考的哈不会很难的。你们实际上就要真的学会了哈，就是考试的时候跟一般呢不太一样。啊，考试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去思考，所以我考的不会很难啊。那除非是你的例题，你的习题或者我的例题，你都应该做过，对不对？啊，至于说，你没有见过的题目，我不会考得很难哈。书上的习题啊。我的例题叫做例题，书上那个叫做习题，习题也要做哈，都要考啊，都，那你这一问的话，我把题目告诉你算了啊，不要太紧张了，不要太紧张，我们，你看我。我们考试很少啊，就是让你们多一点时间呢，去自己去做功课哈。那么老师在考试的话，那有空闲时间都不敢看书啊，都不敢去考，都不敢思考题目啊，都是在那里准备考试哈，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哈。那我们实在来念书不是为考试，考试不会很难的。你平常真的很用功，把我讲的都了解了，都会了，没有说考不出来的了。就怕你说我讲的你都不看，考试再来背一下，那个就没有用哈。好，我们看物质内的磁场。我们人类最初啊，是发现某些矿石它具有磁性。后来呢，我们有了电流以后啊，我们发现在电流的附近会产生磁场，这就是电流的磁效应呢。由电流产生磁场，我们不是学过这个 Biot-Savart law？
我们也学过这个安培尔斯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两个都会产生磁场。然后，啊，我们学过带有电流的线圈，它就是一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哈，那么它会产生磁场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反过头来看看这个物质啊，物质有的东西是有磁性，像磁铁哈，像铁钴镍这些过渡元素啊，通常它都具有铁磁性，就是说它在有磁场的地方呢，它会有反应啊，会反应，像铁钉摆在磁场里面。会被磁铁吸过去，啊，吸过去。那么我们也发现说，其实啊，所有的物质啊，它都具有磁性，啊，都具有磁性。那么这个磁性通常我们是把它分成呢，顺磁性，啊，顺磁性，就是这个 para。magnetism 顺磁性啊，顺磁性具有顺磁性的物质啊，我们拿一个 model 来看，假如我在这里摆一个磁铁，这是南极，这是 N 极，你把顺磁的物质啊，我们先把它的磁场画出来哈。它磁场是这样子的，啊，你把它摆在北极附近或者摆在南极附近，这个物质啊，都会被这个都会会受力，这个力呢就把它往强磁场的方向推进，哈，往强磁场的方向推进，这是顺磁物质，不过。这个力很小啊，这个力很小啊，你一般看不出来。你如果说把这个磁铁摆在桌子上，你把这两个顺磁的物质也摆在这个两极的桌子上，看不出它会动啊，因为它的摩擦力就比这个力大很多啊，你根本推不动它啊，要用很精细的仪器才查得出来。这个是顺磁性，然后。啊，我们发现所有的物质都具有反磁性，顺磁性是某些物质具有，反磁性呢，是所有的物质都有。凡是有原子结构的这个物质啊，它都具有反磁性。啊，反磁性，或者有人把它写成抗磁性。这个是，diamagnetism，好，它就是，我们也用这个 model 来看哈，这是 NS，好，这个是，这个磁场，如果你把这个物质摆在这里。我们现在看没有顺磁哈，如果它不具顺磁，它只有反磁，那么这个物体啊，会排斥，它会受一个力啊，往弱磁的方向，把它推往弱磁的方向，F，啊，这个 F 在这里，啊，这个力也很小很小，你也看不出来。所有的物质都具有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铁磁性，啊，铁磁性，
ferromagnetism 啊，这个我们就大家都看过哈、啊。比如说，它这个磁场，这是我们的假定，这有一个磁铁。好，你把铁磁的物质，比如说铁钉，啊，铁钉就是啊、一种铁磁物质，它会受一个很大的力呀、啊，你可以看到它被吸过来哈、啊，看到它被吸过来 ，OK， 这是铁磁性，铁磁性，好，这些性质呢？我们现在都可以把它解释啊，是由这个物质里头的构成物质的原子啊，它分子有很多原子啊，原子周围又有电子啊，对不对？电子又有各种轨道啊，啊，各种轨道它又有这个 quantum number 啊，啊，它除了这个 spin quantum number 之外，它其他的这个轨道 quantum number 啊。同一个轨道的 quantum number， 它 spin 有 spin up spin down 啊，所以它的 quantum number 呢，这自旋就有两个啊。那么我们就发现呢，这个可以从这个电子绕原子核转的时候，电子这么转，就好像有电流这么流一样啊，它会产生一个磁矩啊，啊，产生磁矩 ，OK。那电子本身会自旋，它这样旋就好像有电流这样转一样，自旋也有磁场哈、啊。那么，它这样子旋就好像一个，电流如果是这样子的哈、啊，它这样转，电流就是这样子，它就有个 dipole moment 会产生磁场朝这一边哈、啊。那么它的磁场就是由这些，原子的活动而来的哈。啊那么我们将来就是我们把顺磁跟通常我们都是讲顺磁的，反磁是固定的了啊，反磁我们特别讲哈、啊，顺磁物质产生的这个磁矩，那磁矩在磁场里边又会受力等等哈、啊，那么然后这个物质呢？会被磁化，像这个就是被磁化了，这个就是被磁化了啊，这个也是被磁化了啊。磁化它本来没有磁场，外加电场加上外加磁场加上来以后，它就变成有磁场，它就被磁化了。磁化以后，它本身就会产生在外界也会产生磁场。那么这个如何产生磁场啊？那么我们会有一套理论哈、啊，就是极化磁化以后的物质。